welcome to our pulpit. Well, thank you, Pastor Key, for those very, very kind words. 怎么用比喻讲道理呢？ Um, 大家好，今天的经文，大多人看是，可能是我要讲，撒种的，比喻。即便这段经文关于比喻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的人都听过，但是今天我想注重的是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讲道。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背景，在加利利，今天经文的背景是在加利利。加利利，能够在加利利出现这么一大群人是极度不寻常的，因为加利利是位于郊外的农业区，虽然那里甚至那里主要的村庄像加百农，面积大概也只有这个礼拜堂的两倍。有这么一大群人聚集在加利利听耶稣讲道是无比惊人的现象，正如当今的基督徒一样，当时的门徒也对这个现象有误解。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人数多就是有知名度，也就算是成功的，我们并且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我们却无法或不愿意分辨人群与教会。一个教堂挤满了人，并不表示主耶稣基督的真正教会正在健康茁壮地成长。耶稣没有这种误解。一个挤满了人却听不到福音的教堂不是一个教会。即使是在一个传讲福音的教堂，听众虽然听到福音却不接受福音的话，这也是不是一个教会。你可能被一个很有魅力的传道者所吸引，但这传道者可能只是在谈论耶稣，而不是在传讲圣经中所启示的耶稣。他可能在传福音，但所传的并不是新约圣经中的福音。在马太福音13章的开头，人群被耶稣吸引了，并且门徒的理想与兴奋进入了癫狂的状态。他们认为当时就是耶稣建立神国度的时候了。在马太福音7章28节，众人都稀奇耶稣的教训。
再来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八到九章，耶稣他医治疾病和残疾的人，他还赶了鬼，他使死人复活，这些神迹都令众人感到稀奇，并且在十二章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孙子吗？对门徒而言，时机已经成熟了，耶稣应该赶紧抓紧机会，明明地宣告他就是弥赛亚，并且登上他所配得的，那就是大卫的宝座。但是基督耶稣知道这群人对他所做的一切神迹的回应都不是出于认罪悔改信靠神的，为此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他对他们说了什么呢？他居然跟他们讲起了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人去撒种，他随意地撒，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壤里，有的落在路旁，路人来往行走，使地面硬化，种子没有办法渗入土里，飞鸟就来吃尽了种子，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表面的土不多，地底下没有水位，种子虽然发萌得快，但日头一出来晒，很快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挤住种子，使种子没有办法吸取土里的养分，就枯萎了。最终有些落在好土地里，这些种子就结实了，有三十倍、六十倍，甚至一百倍。这是非常的现象，就连现代先进的科技也只能顶多带来七到八倍的收成，能够得到三十倍，那应该是现代科技的四倍哦，更别说六十倍、一百倍。我们听的故事通常都会有一个高潮，但是这个故事居然没有高潮，而耶稣并在第九节一个严厉的警告结束了他的故事，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需要知道的，当时耶稣的听众他们都非常感到疑惑，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比喻要带出来的意义，是因为耶稣在第十八到二十三节里头告诉了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当时并没有向他的听众解释。让我们试想想看，有一个新上任的总理，他在他的第一个群众大会上致辞，广播到全国，举国上下的人民都满怀期待的听他将所要说的。时候到了，他拿起麦克风，他开始说了起来：一个人去撒种，有种种。有些种子落在路上，有些落在石头上，有些落在荆棘，都没有结实，唯有那些落在好土地的能够结实，并且结实丰满。说完并没有解释，就继续说道，我们的国家就好像使面团蓬松，富有弹性的面包的原材料酵母。再来他又说，我们的国家就好像农夫种的橡子，橡子虽然很小，但是长
可以长出一个巨大的橡树，老鹰可以在其树上筑巢。当我们当民众听完了新总理所说的这一番话后，大家可能一脸蒙圈。再来，这新上任的总理说，你们要留意我刚才所说的话，并且照做哦。听到这里，大家都会感到困惑了。然而，这便是当时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所做的。只有十个门徒在之后得到故事的解释，而当时围观的听众却没有得到解释。因此，我们能够在第十节中找到门徒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心里想，耶稣他到底在干嘛？他居然不承认他就是基督，并且他有能力带领众人到耶路撒冷立神的国，反而在这里讲故事，而且这故事而且基督所说的这个故事居然没有一个重点。我们可能听过很多故事，有比喻的故事，但是耶稣的比喻不像以所预言那样，耶稣的比喻没有清楚的要点。我们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这故事教导我们不要说谎。我们也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坚持不懈的龟兔胜过爱炫耀的兔子。但是当我们在看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就有一种想要解读故事要给我们什么启示的冲动，但这不行，试看看啥种的比喻能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启示呢？撒种的时候是要小心翼翼吗？还是在撒种时要赶走飞鸟？或者做人不能那么的肤浅？或者是要把荆棘都拔掉吗？这都不是。我们经常都在想，如果我们在像门徒那样跟耶稣当时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当时的门徒其实真的感到困惑。今天我们有整本的新约圣经，我们得到耶稣比喻的解释，我们可以一读再读，但是还是有许多基督徒，但是还有许多的基督徒还不能领悟到真正的意义。困惑的门徒便问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我们可能会以为门徒是在问耶稣关于耶稣的教导的讲道的技巧。耶稣啊，你为什么选择用比喻做你传教的策略呢？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是误会了门徒的提问。在第十节，门徒似乎在问问题，但那其实并不是一个问句，而是一种埋怨。有些话听起来好像是问句，但实际上这是语气更强烈的反问句。例如，你会对孩子说，你真的认为你在没有完成功课之前就可以玩电子游戏吗？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是一种坚决不允许的表态。当一个妻子问丈夫，你真的要穿那件衬衫和裤子出门吗？妻子不是真正在提问，而是对丈夫的一种不屑，意思是说，如果你穿得这么丑，我才不会跟你一同出街呢。当门徒问，对众人讲
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他们是在抗议耶稣浪费一个登上王位成为以色列君王的绝好良机。他们非常的闹熬，主啊，你马上就可以做王了，你怎么还在这里讲没用的故事呢？在登山宝训中，耶稣的教训是非常敏锐的。马太福音5:8记载，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淫了。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这同一个耶稣却让听众感到困惑，他们不清楚耶稣到底在教导什么，耶稣的举动跟他的门徒所期待他会做的事是完全相反的。让我们一起地考虑耶稣对于他讲的比喻的这个举动的解释。在第11节，耶稣说，今天在加利利我并没有，其实耶稣在11章要对他们说的是，今天我在加利利并没有错失良机，是你们搞错了。众人被吸引到这里，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神或渴望神的国度和荣耀神，他们在这里出现并不表示他们渴慕领受救恩的福音。对门徒而言，神已经显明了那拯救人的福音，但是神还没有对众人显明。其实耶稣之前已经教导了门徒，马太福音11:25，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神将福音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福音是一种连小孩也能够接受也能够领受的真理，就好像小孩信任对他传讲福音的父母亲那样，小孩也会欣然而自然地接受福音。同样的，当罪人相信神所说的必定是真理的话，他们也会欣然又自然地接受福音。在马太福音11:26，我们读到，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神以行动表明他的智慧。再来，马太福音11:27，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聪明，并对属灵的事感到敏感，而是因为耶稣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并将父神向我们显明。聪明通达的人批评真理，他们严格地审查和辩论真理，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审判神的真理，然后决定是否要接受。但人信主并不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这并不是因为福音经不起激烈的争辩，而是神已经说了，我们没有资格衡量神所说的话是否真实，我们根本无法厚颜无耻地将全能神的话置于我们微小，置于我们置于我们的审判下。这就是现代的问题，人们都要衡量他们听到的并审判他们所听到的是否值得被接受。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指出的，最终神在拯救罪人的这件事上拥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在
耶稣说完这番话后，他立刻发出甘甜的邀请。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发出福音的邀请，到我这里来，并且是对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说的。耶稣会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耶稣会赐他们安息。这里所说的安息，并不是卸下劳苦的那种安息，因为他将在下一节劝勉他们要负他的轭，这意味着劳苦。这里所说的安息，表示我们不再以自以为义的心态尝试以自以为功劳取得进入神国的机会。然而我们在马太福音12看到许多人拒绝这个邀请，他们不愿意停止尝试自称为义，他们不愿意降服于基督为君主，他们不要神的国度。耶稣并没有对他的门徒说，你因为打开你属灵的耳朵，所以你能听见。反之，耶稣说，你们得救是因为神赐给你们一个愿意接受福音的心。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第一点，就是要相信神的主权。除非耶稣愿意指示，没有人知道父神。而当时的门徒就是那群享有这特权的人，他们领悟到福音的真理不是每个人都能领悟神的真理的。在12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就是生命的原理。每一次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就面对一个抉择，那就是一个发生在我们心里微妙安静但是极度重要的抉择的时刻。我们要决定是否要接受听见这个真理，以这个真理为至宝，并紧紧地抓住真理，以这真理为权威，并顺服这真理。神的话总是要求我们在意志上做出一个决定，做出顺服他的回应。这个回应将带来永恒的结果，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让我们细心地思考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一下神在这里所说的在马太福音13:12所说的，人可以用两种方式听福音的信息。你可以 纯粹听福音的故事、技术和事迹，或者你可以以信心聆听而因此产生顺服的决心。有些人可以告诉你关于耶稣的事，但他们自己并不亲身认识耶稣。他们可以在理性上告诉你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但他们自己并不是基督徒。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只面对两种反应的选择，要么就是接受，要么就是拒绝。就算人不拒绝，在会众中也有不同的接受程度。有些人可能讨厌他们
所听到的福音，并决定不要跟福音有任何关系。有些人就可能说，嗯，讲员讲得很好，他们也听得很有趣，所以他们决定给福音一个机会，他们会认真地考虑。而有些人则屈身于神的话，决定照神的话而活。我们看到是同一篇的讲道，同一个讲员，但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从永恒的后果的角度来看，完全有不同的反应哦。耶稣说，凡接受又顺服的，主要把更多加给他。这些人听见神的话，就遵循神的话，在神的话有长进，并爱慕神的话，直到他们没有神的话就不能存活的地步。但耶稣也说，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听起来好像不可能哦，一个人怎么可以失去他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呢？答案在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拥有一样东西。那些对福音的事迹有理性上的认识的人，却没有信靠耶稣，他们最终连信靠耶稣的可能性都会失去。你听见了，但根本不在乎，不顺服。你可能学到一些知识，掌握一些神学，甚至能够抵挡异教的教义。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乎顺服神的话，最终你将完全失去福音。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完全接受也不具体地应用福音，就是拒绝福音。很多人知道福音，但他们心里从来没有忠于福音。如果福音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你最终将完全失去福音的真理。有些人一辈子都上教会，他们从小就在许多基督徒环绕的环境下长大。这些基督徒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这些人听过福音的次数多不胜数，他们甚至能够将福音重述给他人。但这样的知识最终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这样的知识并没有真正触摸到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他们的心只会变得越来越刚硬和冷漠。随着时间的流失，他们不会变得对福音越来越有反应，而是越来越没有反应。原因是他们已经训练自己产生一种，甚至是听到福音也会拒绝福音的习惯，连他们所有的也都会被夺去。在第十三节，我们看到，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耶稣用比喻是为了向那些愿意回应真理的人显出真理，同时向那些拒绝真理的人隐藏真理。耶稣说，他用比喻对众人讲，因为他们心里是刚硬的人，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更是不明白的人。不要搞错哦，这不是沟通的问题，而是关于内心的问题。有些真理他们不想看见，有些命令他们不愿意遵守，更有一个福音是他们完全不渴望明白的。因此耶稣对众人用比喻讲话，乃是对他们一种可怕的审判。我惧怕的是很多教会当今正面对这样的可怕的审判。
我们就说，如果你跟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了一些不愉快，你来到教会，听到牧师说要彼此原谅，但是你在听着讲道的时候还在气头上，你的反应会是如何呢？你的反应会是如何呢？你会在听讲道的时候积极的做笔录吗？但是你心里呢？你心里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对牧师说要彼此原谅对方的讲道有怎么样的回应呢？你会找借口吗？你会指责对方指出对方的责任吗？我们能够有很多方法拒绝福音，拒绝神的话，并因此拒绝神。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是神欠我们的，我们现在拒绝神，神会一再一再的怜悯我们。但是我们要记得今天第十二节耶稣对众人所说的话，那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不要误认神会一直的呼召你，一直都会召你。让我们继续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耶稣说，众人刚硬的心以及耶稣对他们的审判，这些都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段经文取自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中记载以赛亚被神呼召以为先知侍奉耶和华。当以赛亚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沉痛地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但神蛮有怜悯地洁净了他，并问他，神并对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是以赛亚六章八到九节读到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都听过这个经文，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只停留在这里。我们要继续看神接下来叫以赛亚去告诉百姓，就是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重复的这段话，神差遣以赛亚到那些拒绝以赛亚和他所传的道的百姓当中。神说，你将要继续地传讲我的话，他们也将继续地拒绝我。你是否愿意在接受了许多训练去传讲神的福音，但是在传讲
出去传讲之前，你会听到这样的一番话，就是你继续的去传讲我的话，但是你的听众会继续的拒绝你。你有什么感受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但是你们要注意这里的原因，因为他们，因为这些听众，他们是刻意的闭着他们的眼睛，恐怕他们看见，他们刻意的闭着自己的耳朵，恐怕自己听见，而因为他们持续不断，长年累月的这么的做，他们的心就已经变得没有反应了。这生动的描绘了一个人心刚硬的后果，这是内心，这里内心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我们只听见我们要听的，不听我们不要听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耳朵在听不同的话而有不同的操作方式，这乃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接受这个，拒绝那个，听这个，不听那个。这一点是每个教导圣经的人都要明白的一点。如果你认为每个人都会接受你所传讲的福音，你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这肯定不会发生。那你会怎么办呢？你会继续传讲，勇敢的传讲，向多人传讲，充满把握的传讲吗？你应该继续的传讲，勇敢的传讲，向多人传讲，充满把握的传讲，然后把工作的效果交托于神。继续第十六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没有办法预测谁会看见或谁会看不见，谁会听见谁会听不见，因为对于属灵真理产生反应的是在内心里头，而我们人是看不见其他人的内心的。他们可能，你可能看到你可能看到他人，你可能看到他们的眼睛，但是看到他们的人，看到他们的身形，但是你看不到他们的内心。你可能会抓住他们的耳朵，但是你不能把你所传讲的福音烙印在他们心里。只有神能够做到，而那正是神在门徒身上所做的事。所以当时的门徒是有福的。我们迫切的需要每天提醒自己这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能够享受永生的恩赐，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如果你坐在我们当中听这个讲道，你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你知道你是何等的有福吗？2000多年前，一大群人聚集在加利利，他们听到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他们听到这个比喻，但他们却听不到这真理。但是基督的门徒除了犹大以外却听到了并接受了他的福音，他们是多么有福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的心灵能够明白，这是何等大的特权和福分啊！在第十节，七节我们继续读到：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旧约中最近前最忠心的圣徒都没有像当天的门徒认识福音那样，我们今天因为神的恩典能够听见，旧约圣徒都没有机会听见和看见的。神对他的国的大计划，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时期这事实，这些都没有在旧约显明的。
让我们读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耶稣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旧约的先知预言弥赛亚的荣耀及神的国度降临，他们迫切地期待他们预言的应验，但从来没有经历，没有亲身经历，亲身看见喜乐。我们却经历了，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忘记我们所领受的这恩典，这属灵的特权是何等的大。最终我要给你们留下一个严厉的警告，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是否感受到，我们是否受过这其中的畏惧呢？我们是否曾经透过阅读神的话或聆听讲道而被圣灵深深的感动呢？以至于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悔改并转变，并需要转变我们，但是我们却经常听之任之，因忽略而没有对圣灵感动的恩工做出任何的回应，只需要短短的几天甚至几个小时，那深切的感动就会消失，我们也会失去所有离弃罪恶转向神的动力。所以请记得，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记得，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心会发沉，我们会变得完全对神没有反应的人。所以我劝勉你们思考那反面的教训，你有经历吗？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经历了圣灵在我们内心光照和感动的恩典，我们就应该回应他，我们因此得以战胜我们的罪，更加的亲近神。通过经常操练顺服的心，我们学习喜悦神的话，经历与神相交的甘甜，并且在基督里更深更有长进。借着这样的过程，神赐我们恩典，得以看见自己属灵生命的丰盛，并充满着感恩，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非此即彼，要像门徒那样，不要像众人那样，对神的恩典要付诸于行动，回应神圣灵的感动，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我们甚至不需要刻意的去犯罪得罪神，你只要
你只要不做任何事，所以千万千万要记得，不要把神的恩典看为理所当然的。我们要记得他是神，我们不应该把神的话作为理所当然的。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会你所有的也都会被夺去，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Pry our eyes open. Drill into our ears these truths.